遇见你，你是我余生的欢喜。我给你们再说一下果冻啊，果冻就你们喝的时候啊，早上中午可以正常吃，中午的话少吃一点主食，多吃点水果蔬菜，下午的话最好是不要吃主食了，吃水果蔬菜。怎么你们就是听不明白，还是一直在讲我一日三餐我就大米饭炒菜我就正常吃，这样可以不？我都给你们一直在说一直在说啊，现在真的没有哪一款东西啊，它是让你正常饮食啊，就让你大吃大喝还可以下啊，那真的是没有。所以你们也不要老是就天真的想着我吃上一款东西吧就正常吃饭还能下，那只能是你们做梦，肯定不可以的啊。你们就稍微付出一点点啊，稍微付出一点点，下午就吃点水果蔬菜，吃点黄瓜、西红柿、火龙果这些、香蕉这些都行啊，不要吃那个榴莲呀、西瓜这些的啊，稍微忍一下，只要你坚持一个月下来啊，真的只要有改变，你肯定就越来越有信心了。这个东西吧，它是慢慢来的，只要你们坚持能做到，真的是有收获啊。果冻它就是让你们排的，让你们那个啥的，你们不要老想着喝着果冻然后就正常吃饭然后还能下啊，我告诉你们啊，真的是不可以啊，真的不行。如果是你们这样子想的话，你们也就别买了，别买了啊，果冻你们就别拍了。如果是你拍回去你能做到饮食合理搭配啊，这样你买回去才有用。你要是把这个果冻买回去大吃大喝真的是没用，你要是这样子你就别买了。再就是啊，你们如果好几天不拉的不排的那种啊，饮食不规律老吃夜宵这些啊，这些的话可以去排啊，这些可以去排，或者你们就是想要保持一下的啊，像这种的话都可以去排。如果你们就是想着把这个拿回去我还正常吃饭我还想下啊，你要抱着这样的心态的话最好就别拍了啊。果冻啊，79.98元，你们有需要的下方小黄车去拍。